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开铃铛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哟。奶油加蛋糕就是绝配。你看这个皮，这个鸡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前几天我不是去了好市多吗？去好市多挑战18寸披萨，看多久能吃完。然后很多人想看我吃大蛋糕，所以去好市多就顺便买了这个大蛋糕回来。它全部的重量是 3.3 公斤。我觉得圣诞节快到了，这个派对蛋糕很适合大家一起分享。那在吃蛋糕之前，先来吃饭吧。先来吃鸡腿便当。你看，红烧肉、香肠、藕类，还有洋葱、高丽菜。那我们来吃吧。便当吃完了，来吃鸡腿。你们看这个皮，这个鸡皮。你有听到烤烤烤吗？这皮超脆的。超脆的。吃完了，鸡腿便当吃完，我们就来吃甜点吧。饭后甜点吃一块蛋糕，这么大一块。我们先来切一块，看它的剖面长怎样吧。你们看剖面，看起来很干的蛋糕，还有中间有一点水蜜桃。因为我有爬文，大家都说吃起来有点偏干，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个一整罐的奶油，想说太干的时候可以加在上面吃。那我们先来试试看好不好吃吧。第一口吃起来感觉不错哎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蛋糕体吃起来不会很干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
而且499台币可以买到这么大的蛋糕，3.3公斤，20人份的派对蛋糕。配上奶油就是好吃啊，奶油加蛋糕就是绝配。那我们就直接这样来吃吧。这样一个台币499，真的超划算的。如果你有想要办 party 啊，或者是家里有很多小孩想要过生日，就可以买这个，才499买到这么大的蛋糕。外面一般6寸8寸的也要499，这个应该有超过12寸吧？这么大，我觉得应该有到16寸，大概有2到3倍大，才要499，超划算的。你看我新买的水壶，超大，1.5公升，1.5公斤。那我们继续来吃吧。你看，整块的水蜜桃，罐头的水蜜桃。这个叉子有点小，我们换一个大的吧。看。大胃王就是要配大叉子啊。我觉得还不错耶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啊，499 CP 值超高的，不会很雷啊。我们用汤匙来吃看看会不会比较方便吧。你看，大汤匙。用汤匙吃方便多了。你看到水蜜桃吗？水蜜桃夹心，色素奶油吗？麻椒奶油。这样挤奶油超疗愈的吧？我觉得它的奶油蛮好吃的。这也是在好市多买的，2罐1组这样卖。吃完一半了，
前面半个我是觉得蛮好吃的啊，然后剩下半个之后开始觉得蛮有吃太多有点腻。而且开车把这个蛋糕摘回来，放在后车厢还等着，旁边奶油都抹掉。剩下四分之一了，欸，超腻的欸。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。最后一口。全部吃完了。一开始吃二分之一的时候很好吃，到了后面的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真的变超腻的。今天吃了 Costco 这个蛋糕 3.3 公斤，还吃了一个便当，这样还有汤，加起来大概4公斤，还喝了 2000cc 的饮料，这样加起来大概6公斤吧。
六公斤。大家去 Costco 应该不会买这个蛋糕吧？这么大，谁吃得完？我吃得完。好啦，这网友许愿想看的大蛋糕，我吃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、按赞、分享。如果你想看我吃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想看我吃什么，留言给我。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大胃王丁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